你不是那个，你怎么也到剑冥谷来了？哎呀，你看我，一忙起来啊，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唐总管他没生气吧？哎，这天玄教和神医道天真是气人，寄生像还没见着呢，两边自己倒打起来了。等我再劝他们一回。 教你的剑招救援外人，为师只好忍痛清理门户。<笑>妖孽，休在这里胡言乱语！ 此处由我牵制。 天哪，驱魔主变成了寄生像，这……你快去同神医道天和天玄教商量对策，我得赶紧将此事禀告唐总管。
这不是大家常说的玉面蛟龙吗？玉姐，别耽误功夫了，咱们快走。啊，就来。大巫祝说他要布置后土还阳镇救教主，需要很多很多龙吟经，让咱们都去帮忙。哎，我得走了，回头再和你慢慢聊。杨林师妹，情势紧急，咱们快走。晨曦长老说要咱们赶紧收集龙吟经，他要制作朱砂寄身像的法器给公主殿下报仇。啊，我得走了，以后再跟你叙旧。跟上黄七。对，巫祝有命，所有人都去乾隆金窟尽力搜集龙吟经，所有人，小月，越多越好。你在这里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小月，记得交代大家，乾隆金窟有不少灵力乱流，都是因剑鸣震动所起，容易伤人，采金前须得将它们妥善封印。这位是？回大巫祝，他就是前些日子帮助封印武温陆圣莲的人，今日也是专程赶来帮忙的。玉面蛟龙吧，早听儒生他们提起，倒一直不曾见过。啊，可惜眼下不是说话的时候，布阵所需的龙吟经数量不少，不知道友可愿在此协助小月。那便多谢道友了，采集完毕之后就直接来灵疗堂寻我吧。那咱们先去拿些封印乱流的符咒吧。据说上古时神农尝白骨，于附近山中得一木盒，凡人吃下可终生不饮不食。如今骨中的嘉禾词，就是咱们天玄教为纪念此事而建。东西都拿好了，咱们现在就去乾隆金窟。前朝末年，建明谷附近的香园、黎城两地曾有浊气大妖及魔将现世，意欲祸乱苍生，但行至谷中，远远听闻地首剑出，剑鸣声震，便纷纷惊骇走避，片刻间销声匿迹，建明谷也因此得名。妖魔退散后，剑鸣之声仍在古中震荡盘旋，音波流动，不时掠出淡金色的流光。剑鸣之声与天上星辰、山川灵气交相奏鸣，化成的奇石就是龙吟经了，也是熔炼封印寄身像法器最重要的灵材。这里就是乾隆金窟了，咱们分头行动，你去将乱流封印住，我趁机取走龙吟经。听说这后土还阳镇需要献祭许多珍贵法器，每一件都要用龙吟经来炼制，而且施术者还极易受到反噬。真没想到，大巫祝居然主动表示愿意担任镇眼。话是这么说，可听我爹说，当年大巫祝是被莽尊长老强行绑回忘忧谷的，而且……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说不定大巫祝早已经放下心结了。
龙吟经收集的差不多了，咱们这就去灵疗堂回禀大巫祝吧。巫祝，你交代的事咱们都办好了。别的弟子早就已经回转，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他是不是又扯着你谈天说地，讲些闲言碎语？龙吟经即将冶炼完毕，你们就随我一起过去看看吧。不必担心，稍后我会亲自发动后土还阳阵，至少在3天之内可保教主无事。可这阵法要用自身精血滋养，万一大巫祝你有事，那我和莽尊正好都能解脱了。从今往后，他不用耗费精力维持我身上的角蛇咒术，我也不用硬着头皮做你们的大巫祝了。可莽尊说他相信教主的眼光，你以后一定会成为天玄教最出色的大巫祝。莽尊会说这种话？嗯，我发誓每个字都是真的。最出色却不一定是最适合。那就是大熔炼炉，用来炼化龙吟经的。小姑娘虽是屈青哥的弟子，但也是为救教主才受了重创，而且咱们的后土还阳阵只能救人，没法给寄身像致命一击，若是双方联手或许能够两全。两全？老娘我是大巫祝。严女族长，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？阿姐姐说龙吟经还是不够。还不够吗？大巫祝不必担忧，我家池云很快会把狗道士们抢走的那些再夺回来，咱们先将已有的龙吟经提取了再说。龙吟经融化时会有杂质析出，生成灵怪，你若暂时无事就帮忙将它们清除了吧。严女族长，总不能让人家空着手去吧？一旦杂质化为灵怪，便先将其削弱，再用它赶走就好。你想啊，就凭咱们手头这点龙吟金，保的教主一人都很困难，哪有多余的送给他们开什么狗屁剑阵？况且他们连自己人的死活都不管，满脑子都是寄生相，你还指望那剑阵能长眼睛不会伤到咱们教主？依我看呢，他们那小盟主八成早就翘辫子了，所以才敢这么无所顾忌。你我心里要是也没有教主，岂不落得和那帮狗东西一样？
姐姐，龙吟经所得有限，后土华阳镇总不能天长日久地运转下去。你也知道龙吟经所得不多啊，有忘忧谷的前车之鉴，什么联手对敌，还是不要再提了。大巫柱，我知道了，等法器炼制完毕再说。婉妹妹，我问你啊，我的炎女族和你这家和祠能够延续至今，第一要感谢的是什么人？自然是神农神上，还有天玄教历代教主。说的是啊，那个野丫头，她算老几？最多等大巫柱布下后土还阳阵，咱们将疗伤术法分她一星半点，就算没有辜负蛙皇教会了。想不到那么多龙吟经成品居然只有这样一点点，只怕支持不了多久。何烟女，往无助，我意已决，即刻派人手持玄天令前往藏身谷地，向神医道天请求联合。大巫柱，你既然叫我一声大巫柱，就该知道此时教主不在，天玄教中以我为尊。可要是猛尊知道了，他远在万里之外，可教主他就在我眼前呢。听说你与晨曦交好，可愿替我跑这一趟？就说风清洛恳请诸位同道助我们救回教主，只要教主脱险，天玄教愿将整座谷里的龙吟经双手奉上。至于之后他们是要见证杀敌还是救治公主，风清洛都会听从差遣。无论你成与不成，我都会在藏身谷地准备布阵。杨林师妹，情势紧急，咱们快走。晨曦长老说要咱们赶紧收集龙吟经，他要制作诛杀寄身像的法器给公主殿下报仇。我得走了，以后再跟你叙旧。跟上黄七。走走。
来帮我吗？因为上回营救小师叔便雷你遭遇了许多危险，后来也没机会和你好好道谢，我以为你……谢谢你，放心，我的道术也受过小师叔指点，不会给他丢脸的。对，这些散发金光的奇石就是龙吟金，敲一敲还会有剑鸣声，听说妖魔鬼怪们最怕这个了。哎，采集龙吟金的时候会触发灵力乱流，你不懂其中法门，很容易受伤，还是请你在旁为我护法吧。咱们神医道天中有个门派叫做神霄御雷宗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雷法最为精纯，用他们的秘法配合剑阵，就能令寄生像灰飞烟灭。现在咱们脚下的龙吟金就是打造剑阵剑气最好的材料。小师叔没说过呀。传说地手剑每逢盛世则隐，逢乱世则出，且每至出世之前必会剑鸣不止。如今地手剑被供奉于晋阳玄瓮山，距此地西北400里，也是地手剑鸣声能传到的最远距离，妖魔鬼怪至此退散。咱们神医道天在这剑鸣谷中住有一处小观，名叫白鹤观，主祀四大天师之一的葛仙翁。白鹤观的初代观主姓申，于襄垣县南大屿山巅遇葛仙翁传道，得受太阴炼形术，后修行有成，骑鹤而去。现在的白鹤观主申真人就是初代观主的玄孙女。这些不知道够不够，请你先送去演武堂交给晨曦长老，我留在这里再多采一些。不用，对付寄生像要紧，再说我刚刚晋升成为内门弟子，当然得给师弟师妹们做个榜样。人都是要长大的呀。好了，你快去吧。是你，我还以为眼下先对付寄生象要紧，你先随我去断剑池寻魔望言。
要是不尽快诛灭寄生象，这样的事还会越来越多。有话就说。当年殿下被送上泰山时，屈盟主曾为他赐名长爵，就是希望他能斩断前尘，一心向道。虽然如今阴差阳错，他不得不重返帝京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在叫他殿下之前，先将他看作一位修道者，与你、与我、与下面所有正在奋战的弟子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公主身上有潇湘泻的法术流动，这种秘法对施术者损耗极大，看来晨曦长老已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生死有命，多思无益，走吧。晨曦长老，剑气即将铸造完毕，就等你这最后一点龙吟金了。莫玄师辛苦。左边是广成子第八代传人莫望言，右边是此地白鹤观观主申真人，都是咱们神医道天的中流砥柱。晨曦长老，要是我没看错，这位不是神医道天弟子吧？啊，现在还不是。瞧他身上缭绕的剑心灵力，晨曦，难道就是你在长安结识的那位小友？玄师慧眼。莫忘言，多谢秦灵之盟的道友拨冗来援。正是，听闻天玄教曾说，寄身相杀之不尽，唯有封印。小道友既然来了，正好看看我们神医道天是否欺瞒同道，浪得虚名。道友说笑了，龙吟雷击剑阵并非一人能够使动，且你年纪尚轻。哎，这有何难，如此法器在神医道天中也难得一见，小道友你可愿稍费心力助他出世？晨曦，长爵师妹现在如何了？我用秘术暂时护住了她的心脉，但是生是死目前无法断言。两位，剑阵一起，不光寄身像，恐怕长爵也是万难幸免，你们可得想好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就算天地变色，劫数将至，也得先杀了那寄身像再说。今日若换我在上面，长爵师妹站在这里，她也一定会如此决断。申真人，天玄教那边有什么消息？据说他们想要布下后土还阳阵，先护住离殇宇，再从长计议。等他们计议完，寄身像早就跑了，岂不白白浪费了手里的龙吟金？申真人，以剑阵对抗寄身像，你有几成把握？事出突然，许多法器都来不及准备，最多不到四成，不过要是龙吟金再多一倍，应该能有八成。听说你和天玄教主人有些交情，你在江都和上怀青野闹出那么大动静，还指望我不知？晨曦，你的意思是，假如殿下真要陨落在此，至少不能叫他白白牺牲。Thank you.
我有一事想要拜托你，你若觉得为难，想要置身事外，便同我明说。你将这件东西交给天玄教的大巫祝风清洛，就说大敌当前，咱们神医道天愿意放下过往恩怨，与天玄教戮力合作，共度难关。只要他们愿将谷里的另一半龙吟金让给我们，我晨曦愿以性命担保，见证起时不会伤及黎教主分毫。竟然是风清洛，我以为离了黎教主，他还会跟以前一样无所作为，看来这些年他也想通了不少事。莫玄师，深真人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去谷地准备见证吧。子孝，阖家团圆，可知我爱妻尸骨何在？那里还有斗法的余波，凭你的修为，现在过去是自寻死路。区区一只寄生象，居然连殿下和黎教主联手都吃了大亏。要是让相柳恢复全部力量，世上还有谁能与之匹敌？你想不想诛灭寄生象？好，我刚接到步云州回信，说论对寄生象的了解，世上无人及得上神医道天与天玄教，因此要想深入追查，最好加入其中一方。只是秦灵各派皆有要务，此事但凭年轻弟子自行抉择。反正无论哪方都是正道，只希望相柳之祸能够早日终结。这两派的修行法门和行事风格迥然不同，以前也有前辈高人绞尽脑汁试图化干戈为玉帛，可惜努力终归泡影，反而延误了战机。不过此事并不强求，留在秦灵之盟慢慢访查也无不可，你不妨好好考虑。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教主？教主，教主，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教主？寄生相刚现身时，我是怎么吩咐的？你们还有人记得吗？
教主让咱们赶紧击杀此獠。那现在倒在我面前的就该是寄身像的尸体。可那时教主你身陷险境，咱们教主，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是我固执己见，贻误战机，你要责罚就请罚我一人吧。莽尊下的咒术又快发作了吧？从即刻起，我要闭关休养。剑冥谷一应内务，交由嘉禾此物助婉听兰料理。如遇战况，再由炎女、娥飞鸿决断，不得违逆。可大巫助他，都听明白了吗？主，莽尊说人都是会变的，可你这十多年了竟还和当初一模一样。抱歉，我又让教主失望了。大无助，先前固执己见贻误战机的人分明是我，你干嘛要替我顶罪？我想救的是离殇羽，不是天玄教。作为大巫助，心里一旦起了这个念头，罪过就已超出你千百倍。可是炎女族长若真过意不去，往后就别太为难晚巫助了吧。须知天玄眼术重防守而非杀伐，本该与嘉禾祠的灵疗术相得益彰才对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久闻天玄教大巫助继任时并非自愿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是空穴来风啊。我是奉书王殿下之命来给你送一份大礼。剑婢，还不跪下向仙长请罪。当初多有得罪，还请仙长大人有大量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愣着做什么？他现在任你处置，你想怎么责罚他都行。哟，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这样通情达理。哎，对了，你跑来天玄教演讲堂做什么？天玄教地处南疆，与中原风俗迥异，那几位长老的性子也是古里古怪。哎，你若入教，我怕你应付不来。哎，正好，那断剑楼主还输过我一场赌约，要不我介绍你加入他们吧。说笑而已，你还当真了？不过我就喜欢看你这乖顺的样子。哎，可比那什么不苟言笑离教主、无梦圣女、凤娘娘有趣多了。好了，说回正事儿，既然这剑婢入不了仙长的眼，我就再受累一次，送她回断剑楼了。这里有人想加入你们天玄教，他是秦灵之盟有名的后起之秀，你们可千万别错过了。回见。
好，你想入教。原本我还想让小月去问问你愿不愿加入我天玄教，现在倒是省下不少事了。刚才那位司空将军也说了，你这样的后起之秀，咱们当然求之不得。王无助，我现在是无泽一身轻，他的入教仪式就要拜托你了。既是此刻入教，少不了要对付那些前来滋扰的神医道天，这不算加和词的内务，因此还得请娥姐姐出面定夺。好，就听婉妹妹的。既然心意已决，那就来加和词大殿找我吧。巫祝说你是秦灵之盟弟子，那对天玄教来说，你和我炎女一族倒有些相似。我们虽然加入的晚，但与天玄秘术相辅相成，比起一般的信众，行事也更放得开些。你傻愣愣啊什么啊，龙吟经就这么点儿，还不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你的信，婉听蓝无助吩咐我要亲手交给你。不能使用。
我为教主配置了一丸十全大补药，你闻到的应该就是它吧。为了教主，哪怕瑶池仙草咱们也会想办法取来。所以我为他准备了一味药引，就是我在上淮青野寻到的一株王孙草。不过当时那草还是幼苗，十分娇弱，不宜立即带走，就请玉如生长老代为照料，也不知道现在长势如何，你能替我去看看吗？啊，对了，你再在附近的神农井里打一壶水，如果王孙草长成，你就将它暂时置于水中，药效将会更好。王孙草，啊，三天前我刚送到花满楼去了。王孙草虽然只是幼苗，但已生出些许灵识，它性喜热闹，而仙游集最近因为群妖骚扰，市镇冷清。正好淡剑楼的楚英公子过来拜访，我与他商量之后，便请他将王孙草移植到花满楼里了。那边终日高朋满座，歌舞升平，他过得不知道有多快活。今天楚英公子还传信来说，王孙草已经长成，让我派弟子过去采摘呢。万物有灵，教主要是不吃它，或许以后机缘巧合，他还能以贪婪成道，长生久世，与世同君呢。大道有三千，正因为能包容世间一切，才能凌驾一切之上呀。
哎，快快快，把这块草地整理出来，让我在诸位面前试试这颗星球。是是。看球。你突然跳出来，我一时收不住脚嘛。好端端的，你怎么又到花满楼来了？我还以为你是担心我踢球受伤，想不到竟然是为了区区一株草。喏，他就在那里，花满楼灵气充沛，他昨天还一副青黄不接的样子，现在就差不多成熟了。你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采了，给天玄教的人送去。有了这株王孙草，教主的伤应该很快就能痊愈了吧？实在是辛苦你了。他来过了，就是不知道教主跟他又说了什么，走的时候神情实在奇怪。或许是吧，只希望在教主康复前不要再生事端。